너나몰라알아 KBS 电视台方面18日表示，《任意依恋》第15首原声插曲《好时节》将于25日晚12时公开。该插曲由主演秀智亲自操刀并演唱。秀智2010年作为女团 Miss A 成员出道，这是她首次推出自己创作的作品。歌曲将钢琴和弦乐器的优美旋律与秀智特有的嗓音融合在一起，深情表达了电视剧中女主人公卢毅向申俊英流露的情感。秀智介绍说，曲子想要表达的是美好的时间总是很短很快，所以越发珍贵弥足。这是他之前已经开始着手创作的曲子，所要表现的正好跟剧中男女主人公的故事非常一致，相信这首 OST 将会把剧中的情感升华得淋漓尽致。秀智7月还曾推出他演唱的《任意依恋》的第1首原声歌曲 Ring My Bell， 也获得了粉丝们的好评。